你到庭好快咯，我愿意替你做任何代志啦。敢讲你无希望一世人甲伊做伙？两个人要变强斗阵嘛是痛苦，我甘愿退出。我是无可能讲两只，古早伊也安排来帮你离开。你即马讲一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一世人唯一的信仰就是因一个。8月11日，中视晚间8点，《月亮上的幸福》精彩大结局。